送珠宝吗？那七夕情人节怎么过的？分隔两地，所以互相失去。传承，我觉得有物质跟非物质的。那非物质的，我们当然可以就是传承给他们，比较正向或起码中立的价值观，那一些他能够自己身体下有技能。那物质的话，当然就是兼具艺术和方式嘛。老公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老公会送珠宝吗？那七夕情人节怎么过的？分隔两地。